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，特别没溜，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老子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？What are you speak? I speak Chinese. 不是、啊、你刚才说的，我说的是一到十，也是一个对子上联。一天夜里，哎，郭老二，郭老二是谁？郭老二，郭汾阳啊。郭汾阳，对，郭汾阳喝酒喝到三四五点钟，啥事儿啊？搞对象了？他刚多大呀？他还是个孩子。老师，老师，这一段你也有点加戏了，好吗？不需要你这么揣摩。郭老二喝到三四点钟，对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，特别没溜溜。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。哎呦，就这个、哎？对，该你了。张嘴给你对出来，你也是得从十到一。对出来，这让你觉得好。那不一定。让你觉得这么妙，是吗？对，让你今天呱呱叫。我踩着谁了？我这是。听着啊，说十是吧？对，十到一，十分肯定。嗯，十。狼和岩，有我的事儿啊！今晚九点，八成妻离子散。六道轮回，五个没他，四处流浪当小三儿，遇见两个大哥点你一宿。去你的吧！欣赏相声学韩语，表演者张鹤伦、狼和岩。谢谢，哎，好，你们好，真是的，今天特别的开心啊啊啊，嗯，好，哎，哎，好，是是是，那喊要生孩子的，不，我这说相声的，待会儿咱们再生。这是个什么、啊？是大哥，行了，大哥，我们这生孩子，你这喊嗷嗷的喊什么？你接生啊你？大哥，这声音能催产、嗯、啊？嗯。不容易啊，是好嘞啊，好嘞，哎，好好好，对对，搞对象咱们一会儿再说。谁说这个了、啊、他不说吗？伦哥，我给你搞对象。人说人家看你来了啊。都好啊，嗯，真是啊，特别的开心啊。对，特别的兴奋。是是，一上台来有这么多的朋友喜欢我们，感谢大家哈、啊、都看谁来的呀？不是不是，当就当我没问，好不好？我错了，就当我没问，就当我没问。哎呀，我太鲁莽了，我。你听见什么了？他们有的喊出来不是我的名字，我听见了。我问他们看谁来的，喊了得有七八。是是是。谢谢谢谢谢谢成都的父老乡亲啊！怎么了？看他来的。喜欢他。谢谢。不喜欢我。你们好残忍啊！怎么了这是啊？喜欢他，我跟你说，狼和岩现在在我手里，没有一百万我就撕票。不，这等会儿等会儿，这刚才说喜欢我的都说撕票呢，这是撕票吗？你们到底是看谁来的？他们是看杀人来的。好，那我就看台上啊死两只人啊，两只人。对，啊，哎呦这。真好，我发现咱俩一上台，台底下都是说相声的。尽量啊，咱抢抢话，你知道吧、哦？你要抢不过他们的，你就下去听去。我都下去，我都买不着票，我怎么下去？喊什么呀？来来，你们上来，你上来，都多大了还玩这么幼稚的游戏呀、啊？你们大伙儿太团结了啊！行了，行了，大哥，人都喊完了，你还在那，你上来。我俩人干不过你一个呀。对对对，没问题，咱们两个人干他一个人。你哪伙的呀？我哪伙的？我哪儿人多我跟谁一伙儿。没有立场，咱俩这么多年，真说我跟大哥打起来我要死了，你不就成孤儿了吗？你快去吧，你看你长得这白不呲咧的，跟刚从坟里钻出来的。这是真说我今天发生点什么意外，你觉得这一个舞台剩你一个人说单口你会吗？你他在台上就得自爆，砰就得自爆，炸一地的肥肠。合着我这身上没别的，你看他这说话就呛火了，对不对？我真说我要不在了，你在台上你会干什么？
单口相声他不会。难难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这个我跟你说，这个我跟你说，这哎这儿摆一馒头，狗都会说。你等着，我给你拿馒头去。我不要馒头。你不要吗？要花卷啊。你再爆脚牛肉好不好？你再来一个。再来有能你来一个，来一个别人不会的，你来一个。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血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将军解战袍。俩馒头啊，人家这都会，这我师父当年，我跟你说这一段都臭了街了，你知道吗？臭、哦、再来一个他就不会了，他要会我死这儿。别别别，真的别别，道德三皇五帝。你给我去。张鹤伦，上厕所没洗手。哎，你居然能闻出来。废话，你败坏了我大皇的名号。原味的，什么原味的？收起你的爪子，小白。大皇，你今天有点赛脸了，你知道吧？小白，你今天才有点过分。大皇，差不多得了啊！怎么今天人多还管不了你了？他是说着说着听话，人多有点激。大皇，这好不容易来这，大皇，坐，坐，大皇，秀。秀，大皇，雕，雕，我今天没喂狗粮。小白，捡回来，再捡一遍。还有他自己玩上了，你看看。上这边来，不是你是不是要造反呢？快点！不是你这件事要造反吗？什么叫造反呢？管不了你了，还怎么着啊？你凭什么管我呀？要大伙儿给我撑腰呢？大伙会那么两句定场诗就叫单口了？谁不会呀？德云社有不会的吗？你会吗？哎呦喂！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，远自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。听听人家，我来一个他们不会的，行不行？你来来，我听听。哎呦，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怜，邀酒催长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野难如钩。会的人更多了。听这个、啊、还有啊，天为罗盖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，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，富贵贫贱不一般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，骑马坐轿修来的府，推车担担命该然，骏马驮着痴呆的汉，美妇人常伴着浮眠，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，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你看安静了吧？那也有人说得上来，难难的，这有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啊、再来一个，来、啊。终是关羽断了刀，从此再无回首掏，听过吗？终是貂蝉出了轨，吕布董卓互相怼。终是猴子丢了棒，紫霞牛魔上了炕。终是达摩剃了头，从此不再用飘柔。哎，不，你这还差一句呢。差什么呀？终是利民退了社，从此名字不带贺。没这句，没有，我不叫，我叫张利民，我叫张鹤伦。你叫张利民、啊，把我鹤字还整没了，干嘛呀？这个定场诗谁都会哦，在德云社你干个几十年啊，这定场诗啊，我们都得基本功啊，是是。演员你都得练这个嘴皮子干净利索。刚才那个同仁堂，那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，这个先生甩手自在王，药王爷就在当中坐，十个名医列两旁，那个先拜药王后拜你，你是药王的大肚。这个节目人家演过了，
来个他没演的啊，来个没演锻炼嘴皮子的什么呀？对呗，比方说绕口令。哎呦，这可大了。要不咱们这么着吧？嗯嗯。要不咱们这么着？哎，要不咱们怎么着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让你说绕口令，没让你跟个冤家脱生的。就是门后吊吊吊吊吊着。老师，你是想说门后吊刀刀刀吊着吧？门后吊吊吊吊吊吊。你我说的时候，你把耳朵撩起来，你听着点。你尽量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说这个。红绿绿绿绿绿绿。好家伙的，这绕口令出来三头驴。什么红鲤鱼、绿鲤鱼与驴？我说的就是，你是不是耳朵拉稀了？你说话放屁的。钓鱼那个行不行？钓鱼那个？钓鱼要钓，钓鱼要钓鲷鱼，钓鲷鱼要到岛上钓。钓鱼要钓刀鱼，钓鲷。你钓鲷啊？钓鱼要钓刀鱼，钓刀鱼要到钓岛。钓鱼，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刚才说了什么啊？就您这绕口令啊！啊，好有一比。怎么比？比作屎壳郎戴口罩。怎么讲？臭不要脸的！真来一个，你能行吗？啊！打南边来个喇嘛手打，听这个吗？好像听过。您就半句我能没听过吗？来来来，你要挪哪儿去？来，刚才谁喊的鱼？给我站起来！你别喊了，那一喊到时候锦鲤那边都站起来了。来，我考你个绕口令，谁站起来？刚才谁喊的鱼？还真实在你，对不对？我也甭歪来远了啊，头一排，头一排，那个看手机那个，别低头看手机了，别玩手机了，玩玩我好不好？说什么呢？这是他第一排坐的，在那低头玩手机，我不得批评他吗？用得着你批评人？多少钱买票？我退给你。多少钱？您说十万？十万？不是，你跑这洗钱来了？没听说过，听相声还有这业务呢？花十万听张小伦，你疯了？你有那十万单独给我不好吗？凭什么给你？你想听什么？我上你家给你说去。你拿人十万块钱，你就说这个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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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的多着呢啊！真的，比方说，打南边来个喇嘛，手里提了五斤塔嘛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叭，提了塔嘛的喇嘛去拿喇叭去换，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，别着喇叭哑巴说不换。哑巴都说不换了，心里话要说还没说出来呢。你真厉害，那潜台词不换。怎么吃多了还甩食怎么了？这都是语言上面的基本功。最开始我们练的就是这些。是喽。演员你得说话的每个字儿都让大伙儿能听得清楚。哎，这这字儿。对，每个字儿就别老抠我字眼儿。我多怎么抠您字眼儿了？您瞧瞧。吐字发音。别，吐字发音。就说这意思。好的。讲究运用这个。哎，对不对？中国的语言我们都研究透了都。您呐。哎呦。多大精深您都研究透了。今天给你来点那个俄了金德的。你瞧这路话，什么叫俄了金德的呀？心了宣的。心了宣的。对，有了男的肚子。有了男的肚子。对。一来就有的女的味的，您这。来点那个语言啊。啊，你就说有难度的，给你露一手。什么语言呢？要不露一手，你也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啊。好、啊，您这都显怀了，您这都是。哎，外语行吗？外语。对。哦，哪国的语言？语言你哪国都行。哦。英语你会吗？英语 ，English。对，你会。不太会。哎呦，还是的。哦、要想学好英文，先掌握这22个字母。你这，然后你先等等，你等等，哎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，不怎么。我就想问您，英文多少个字母？你猜。我猜，我孩子呀，我猜。哪句这是？什么叫哪句啊？哪句是不是我孩子？我猜。废话了，英文多少个字母？20多。20多是多少？不到30。他跑这儿搞对象来了。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说。你给我就26个。对，我知道26，我看你知不知道。那你刚才说22个。我按8折那么学的。
学字母也能打折？都知道，都知道 A B C D 嘛。A B C D， 东北就这么教。啊 ？A B 哪个 C D 呀 ？E F G 呀 ？H I J K， 哎呦 ，M N 呐、啊、？O P Q。S T U V W S Y Z 呀 ，X Y Z 呀，亮相！哎，亮什么相？亮相！你丑态百出的样子！哎呦，人家是英文字母歌，你怎么唱成二人转了？这在东北学的，老师就这么教的。哦，东北老师这么教。英文歌啊，英文歌对不对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会吗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对不对 ？Welcome to 德云社华西剧场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 live 呢，你怎么不说呢？华西 live 剧场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华西 live 点五二八你怎么说呀？华西 live point five two eight。我也会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。等等等等的，就到 six， 您六队队长就到六是吧？对了，你可真有六啊你！六队就学到六，怎么了？这太好了，对不对？这都谁不会啊？什么 hello， fine， thanks， and you， how are you？ 会，小时候就是那个李雷、韩梅梅的头一篇嘛，那不就是？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英文都会，没有必要炫技了。谁小时候还没学过呀？这倒是。英文歌行吗？英文歌，您唱唱我听听。哎呦，来个英文歌啊！来个好听的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哎，兄弟，还有一高腔呢，哪有高腔的？后面那个 Happy， 不是，咱实在不行，咱就试试中医。啊，你才有病呢！我觉得打针已经控制不了你了，唱英文歌给我们唱生日快乐歌，干嘛呀？没必要，兄弟。不是说有没有必要啊？来别的吧。又不来这个了？哎，来别的。什么呀？泰国，泰语行吗？哎呦，我泰语 我不太了解。那对，你看萨瓦迪卡啊，萨瓦迪卡，对，萨瓦迪卡，前面牛跟大家伙就吃的还不赖。什么东西这是？一点不懂啊？不懂啊？啊，我也不懂啊。啊？你别不懂啊，你都说出来了。泰国我去的少，哦，我不敢去。为什么呀？是他们说去那儿会少零件。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那是、旅游的好地方。我就少去了啊。我哎，日本行吗？日语？哎呦，我哪天我不接触点日语啊？好像你们知道的比我多啊。您日语也有接触？对呀、啊，日语五十元音。哎，这说到点儿上了。啊，因为我卡开口开口，啥西四三九是妈咪母妹母。听过吗？您这怎么又跑天津去了？跟天津有什么关系、啊？这不天津快板吗？怎么天津快板了？不是，您说着，我给您打着巴掌贴着板。哎呦喂哦，哎，卡克库凯库哦，啥戏实在说是妈咪母埋母。没错，这不就是天津快板吗？天津，我跟你说，日语就是学的天津话。我头回听说怎么学的天津话。比方日语那个啥的是呢？啊啊啊！天津话说的是嘛？学天津这不胡来吗？这是说的是嘛？说的是那、啊、这俩人永远打不起来。那个日语接触那个呀，哈基米莫西的多佐尤罗西库，你知道吗？あれはどうございます。私はロンです。あなたは長さんですか？哎，你そうか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你说的是哪个老师主演的？可是苍井还是小泽？武藤，跟那大哥说的一样。我就知道这些。你就知道这些像话吗？别胡说八道。不是，你说就都知道啊。日语我也知道。对了，大妹，这边有这个，压马的对吧？你拆着说，我们也明白。我就会这几个词儿。哦，就会这几个。对，因为他们都是多数都以这个动作戏居多。都武打片，我看的武打片。哦，鸣人，火影忍者看过吗？哦，鸣人佐助，对不对？哦，这
新龙九次有那个吧？火遁，打火球，噗。这是日语吗？水遁，打火球。有那水遁，水遁溜，噗啊一个。完这火遁，火遁打火球，噗。有的，有的。有那个萨库拉酱，拿了刀。你看过这个吗？我看的这少。你看你哎，你那个也有动画片版本的是吧？我看的就是动画片，足球小子，哦，棒球小子，灌篮高手 ，slam dunk 啊，对，都知道，都也看着，是是，也看着。那日语你也会哈？嗯，还怎么饭？韩语会吗？韩语，哎呦，我还真不会。你怎么说呀？可是我不会什么，他高兴什么？你看你看。打到我手背上是不是？打您手背上了。早聊韩语啊，哦，韩国日语来说。您到底是什么呀？日语一般，嗯，韩语。您呢？哎呦，韩语之父。您是韩语之父？对，我跟您不一样。您呢？我微信之父，我去。你扫一码，待会儿那个、啊。咱能不能聊到一个频道上了？我觉得不是，你能不能听清我说什么？我这说相声呢，你行不行？啊，我知道啊，你拿我当安西教练了是怎么的？不是韩语，韩语我不懂，韩语不懂啊，嗯、不懂我真得教教你。这是我的短板。走，回头啊，跟你说，咱们现在这都录综艺呢，回头带你去韩国录个小综艺啥的。真有这个？有这个。去韩国？对了。我天哪，那演小品，我们就演这个小剧情。不说相声了，演小品了。现在你看看现在谁说相声？说相声能挣几个钱儿？那也得该表演呀、啊。那回头我挣钱给你买个头套。确实，我现在这有点稀，我说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带着你，哦哦，韩语，哦，韩语教你，韩语您教我，韩语，就是您呀，您也别教我那么多，我也不懂，我也学得慢，就是能上综艺的，咱来一短平快，啊、行，好好，有这么一个小桥段啊，什么桥段？我把这桥段教你，回头啊，到时候找我的时候我带着你。好，对不对？这太好了。现在哪国不去呀、啊？哎呦，哦、是是，走丢好几回了。对，那您能回来就算不易了啊。真的，真的教韩语啊，韩语。有那么一个小剧情，什么剧情？父子爷俩，哦，是吧？早上起床之后发生的一个小剧情。嗯嗯，您来，我们看看。啊，请到。他这就比方他儿子看着他爸，然后啊不，来来，你等会儿。您先别着急啊，我们爷俩睡觉的事儿。谁跟谁爷俩啊？我先等会儿，儿子叫爸爸，怎么叫啊爸呀？我大爸不是叫哥哥吗？哎，你不说你不会韩语吗？你个大骗子！谁大骗子？那个韩国的这个剧情，你说那叫欧巴。撒浪嘿！我说是阿爸。哦，不一样。哦，不一样。对，这等于就叫父亲的。啊，叫他阿爸，母，母。木，你答应了。来，那哟呵，怎么的？烫着了，老头儿。不是，发现目标了啊！我心里面惨不成一能过。什么？我心里面惨不成一能过。不是您慢点说。我心里面惨不成一能过。您慢点说呀。再慢点啊！再慢点就听出来了。对。多新鲜呢！我不听出来，我怎么学呀？啊，你要翻译啊？翻译过去是为什么？那餐布上面一滩黄，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就这。您要连一块说，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？哦，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？哦啊，他儿子啊，餐布。哦，他说惊讶，餐布啊，啊，西突了，哎，怎么骂街呢？这是。哪有骂街呀、啊？这韩语不比哎西不是不是，他不是你那个哎西不是那个。哦，你学的太像了。阿西是个人。哦。阿西是个人，阿西吐了。什么？阿西吐了。阿西吐了。对。哦。阿西个人，阿西吐了。哦，疑问呢？啊、对，阿文他儿子，嗯 ，I don't know。哎哎哎，不是。这句是英文的，你看他儿子嘛，小孩人家也学外语。哦，是，就说句日语，哎，懂不？说说英文，哎，懂，我不知道。啊，完之后问他，嗯，喝的啤酒，什么东西？喝的啤酒。你这句话是青岛话吗？什么叫青岛话 ？Happy you， 吃海鲜。
不是啊，这是韩语喝的酒。哦，喝的啤酒。对，哦，喝的啤酒。他儿子回答，嗯，就格里的。不是，你再慢点，是吧？就格里的，就喝了一点儿。对对。阿西他可比这真小。您老师您收敛，您放慢放慢。阿西他可一喝比这真小。你再慢一点。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。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。那哦，谁跟阿西喝？慢点。谁跟阿西喝？这句像东北方言了。谁跟阿西喝的？就你个。啊，就你一个？那。就我一个。哦，这回破案了，就我一个啊！你赶紧吸了。哎呦，这太恶心了。什么？餐布上一滩黄，他爸爸赶紧吸了。那赶紧洗了，赶紧洗，赶紧吸了，赶紧洗了。发音注意，跟韩语的发音，赶紧吸了。就您这玩意儿还有发音呢？对，那餐布那漂白洗。什么？那餐布那漂白也洗。那餐布拿漂白液洗，别一冲冲就是洗了，别一冲冲就当洗完了，洗完不能睡觉，洗不完不能睡觉，洗不完不能睡觉。哦，听清了没有？听清了没有？这糟糕，这怎么又有这个了呢？不是大概其的意思。大概其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一人说呀，你学不会。是，咱把这个情境表演出来，你就明白了。这现场表演吗？对了，哦，好比说吧，我给你个便宜啊，你呢演我儿子。行，你等会儿，这便宜我成你儿子了。我这大段台词你会吗？你再说一遍。他儿子词儿少。哦，就刚才那几句。对了。哦，他父亲这词儿多。行行行，那您我那受累，勉为其难的扮演一回你的爸爸。你心中乐开了花了都。谁说的啊？喜怒不形于色。还不形于色呢，这鱼尾纹都能夹死臭虫了。待会好不好？啊，来，就在这儿来演一出来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让你对这个韩语有更深的掌握。行行行，我好不好？您受累了。咱们呢就是已经那个各宰各屋睡，因为你已经大了，你自己睡了，我得跟你妈睡。您不用交代这个。对，我怕你不明白。不是，我明白我明白。我找你妈去喽。你回来，作笔成样啊，就这一会儿啊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来吧，睡醒了到这儿会合是吧？你还要现形？你吃屁了？什么话这叫？你哪那么多戏呀？你干嘛？啦啦啦啦，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了吗？早上睡醒了，各自从各自屋出来，到这儿一集合。没那么多戏，知道吧？一步到位就行了。没有了，没有没有，是吧？那对不起，扎一嘴放屁都不要了。哦，一步到位。对了。你诈尸了。确实是这样，这谁放屁给你蹦出来的呀？您瞧，您老这路话，这不是您说一步到位吗？那有早上扑通一下蹦到他爸面前的吗？我怕晚了，我一下跳过来的。有那么孩子吗？你正常，你跟个人似的，行不行啊？我生的是个人，你瞧，说不是个煤气罐成精，说的我都不是人了。你像个人一样，好吧？啊，行行行。爸，啥事儿啊？什么啥事儿啊？咋的了？你打我？你挺自然呐。啥事儿？啥事儿？我削你我。哎呦，就忘了忘了啊！我以为每天的日常呢，咱。对，咱没有这日常啊。对对对，我忘了吧？说韩语。你出戏了，您这。爸。咱不是在广场睡觉啊！废话，广场这儿还有门呢，你看没？有一个人，再叫一回。这次只属于我哟。不。哎，这回还有女的呢。哎，
我希望他惨不成没等我惨不你是弱智吗？你笑什么呀？不是，这是这个孩子的内心戏呀、啊、孩子什么内心戏会笑出来？你给我讲讲来。他爸发现餐布上有一滩黄，他这个同时孩子也发现了，他特别的恐惧紧张，怎么办呢？就用自己的笑容来掩饰一下尴尬的氛围。所以我看你的表情像饿了，还没到赶紧吸了那点呢。你不能这么猥琐的笑，你是哟，完了完了，爸爸发现了，惹祸了，得是这种心理状态，知道吗？我确实害怕了。对，你害怕不能表现在脸上，就有那种惊慌的感觉，哦，是吧？明白了。不能这嬉皮笑脸的、哦，咱不是弱智，好吧？明白。像正常人一样。哎、好嘞好嘞，不回去了，就在这儿吧。啊、嗯，爸爸走两步有点累。我爸爸韧带不好啊。啊爸。那我媳妇的惨不惨没等我。惨不？哦，残不，残不，不干嘛呀？你头发是不是这么让自己薅没的呀？我这回可没乐啊！你干嘛？我完全按照您那台板，我惊恐，哦，残不，那哪来这么多戏呀、啊？我让你蹦的了吗？你给我站好了，说不会吗？不许蹦！你把这舞狮子来了，不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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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说你，哎呀，我这你像个牛蛙成精似的，你好好的，我成金蝉了。再来，爸，哦，呀，我媳妇的惨不胜枚等货。你怎么动手啊？我歇死你就完了，你嘴里边在骂什么呢？我没骂，你说这苍蝇，我说。哎呦我去，韩语有的哎呦我去吗？所以我没说出来呀。你好有理由啊你，内心戏，内心的恐慌，就一个，你不用说别的词儿了，就说一个词儿，残步，就完了。哦，就爸爸发现了，哦，我残步。我是觉得好不容易去国外了，给人不用不用，多余了。都多余了，就你就表现你内心戏上收敛一点吧。明白明白，一句词儿就好了，要不咱过不去了。你爸容易死残不着。那滩黄是你弄的？啊爸，哦，这我什么的残不残没等我，残不？喝的啤酒 ？I don't know。阿西图了，嗯，你跟个弱智一样的，嗯，我怎么都不行，你看我说多了不行，表情丰富了不行，你知道什么叫害怕吗？害怕的那种掩饰，害怕知道，我。我太难了。你不要演那么多戏，内心戏啊，残不，就这种，知道吗？欲言又止，又怕爸爸发现那种心理状态就好了，不要给自己加戏了，我求你的，我的老 baby。先还再来一遍，还有空间。我希望这残不上没疼我，残不，阿西图了 ，I don't know， 喝的啤酒。举个例子，阿西坦克啤酒最小，谁个大小？叫你个，举一个，赶紧洗了，那惨不得漂白些，被虫草就是洗完了，洗不不是洗掉，听看到没有？俺洗不，哎呀呀，俺来讲，俺来讲，俺过来吃早，俺不能过来我洗吧，俺不能说俺来洗，俺过来不来洗，都过来不来洗，俺来洗不洗了怎么了？Yeah.
来，现在生吗？你跑什么呀？我怕他们把我扒了。可以了啊，回去坐吧啊，就坐就坐，拿它当白菜了。谢谢啊，飞吻，好好接住了，哎呀，接住了。飞吻怎么劲儿这么大呀？淘气啊，真是都溅我脸上了。谢谢啊，哎呦，还有小宝贝儿，哎呦，还有小宝贝儿。别亲了，他有糖尿病。从沈阳来的，还给我送一有糖的。虽然说我糖尿病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越来越轻了。老狼吃吧。哎，谢谢。吃完能长头发。哦。啊，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啊，来捧德云社来的。对。顺便呢看看我们啊，也谈不到什么专场，是就是一个汇报演出，跟大伙儿聚一聚。对了，有朋友啊认识我们啊，也有不了解的新朋友，上台来呢也得先做个自我的介绍。应该的。我叫张鹤伦。哎啊，别、哎、别后面别哎，那边别不合，谁这是谁踩着他们了？这是，也保不齐是烫着了。还有踩踏事件哈，还有喊我爱你的，谢谢你。谁喊这句了？对不起，我错了啊！生猴子的好，可以凑一波，好不好？好几个要生猴子的哈，这都是来生猴子还有房间呢。行了啊，那位大姐喊什么没听清，反正那是大姐吗？真是的啊。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啊，小演员那不值一提，异口同声 啊！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这摊。对，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这摊胖了一点啊。郎鹤炎，郎老师，您客气，谢谢。真有鼓掌的。哦，可能我猜啊，大伙儿可能刚缓过来，重新来一回 啊！我叫张鹤伦，他叫郎鹤炎。干什么？我都想推倒了，你知道吗？推倒了还得重建。没有必要这样吧，就我还是一个孩子，这么小就糖尿病了。行，搁着你的，放着我的哈、就这一块谁吃啊？好嘞。哎呀，郎鹤炎，今天有捧他来的吗？有，不是的，别装啊！不是的，别装啊！哎呀，好，一看别人喊了，哎呦，干什么呀？哎，费心了、还有喊郎鹤炎我爱你的、哎、还都是女的喊的。哎呀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喊爱你的都是大哥，你看，你说气人不、哎、大哥说一说你跟郎炎的故事。我想说是我呀，他哥爱你。哎，哦，你俩什么关系啊？我郎鹤炎大哥喊爱你，这有一个成语来形容。什么成语？叫骑虎难下。这叫什么话？哎呀，不对哈、啊，他姓郎，骑狼难下。哎呀，没有这成语。哈、啊，叫迎难而上。我还是知难而退的、难上加难。您这词儿有点血雨腥风啊，都是虎狼之词啊。赠给大哥的啊，他哥也是不嫌脏。对，哎，怎么说话呢？郎老师，您老师好搭档，
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哎，知音啊，知音不在多，嗯，一个胜十个，好话。说梁晓跟老老师也合作了很多年了，嗯，啊，老，我都不挑你们挑什么呀？他说我老，老老师，啊啊，没有听清是吧？嗯，郎姥姥，郎外婆。我还得戴一红头巾，你看看。现在呀，就是名气在这儿了。没有，真的，嗯、这也大伙儿也都是看了《欢乐喜剧人》啊、是吧？啊、有没看过的吗？没看过的家里没有电视啊？等着我给你发钱呢。不是，我就揣兜俯视一下你们。也就几个钢镚儿，你看，啊，是一块两块不嫌多，两块三块不嫌少。你坐那么靠后，买不起前面的票吧？开玩笑啊，大哥。再这么说，人都跑前面了。确实，我这句话可能戳到他心缝了。嗯、那么，人是开心了，是怎么了？啊、不是啊，说得很开心啊。啊，来了就是为了开心快乐来的。哎，这对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都是小学生，年轻，没有什么能耐啊，汇报演出嘛。是，希望展现一下自己的这些年的小小的成绩，一些积淀。对了，这么多的节目啊，刚才那个节目大伙看了吧？不错啊，叫《余音袅袅》啊、哎，两位演员，我很欣赏他们，是吧？因为他们演了一个我几年前演的节目啊，尤其啊、哎，当然了，当然了。这都是我创造的好多的包袱啊！嗯、刚才那个像那个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当年呢，就是创造这些包袱，创造了好多这种啊不上档次的包袱。嗯，哎。因为我师父说的，我师父说什么玩意儿，这是、啊、确实就像这样的包袱很多很多，德云社的有好多演员在用，我特别开心啊，看他们演我也特别开心，是证明啊这些玩意儿还是有人就是愿意觉得还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云鹤九霄的说良心话，都有在用我的包袱，有借鉴，特别的欣慰，嗯啊，像好多的包袱，什么撒浪嘿呦等等的，是吧？萨瓦迪克爱这些呀，这些、啊，反正创这些包袱啊，大伙儿愿意听，我就愿意说。对，这么多年啊，奋斗的目标啊，奋斗的动力，哎、没事半夜要不干什么呀？啊啊，创作。谁说的一休哥？懂呢？你不懂你怎么听见他说的了呢？就爱啊弄一些小玩意儿来，好好给观众以新的感觉。是喽。对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文化积淀也在这儿的。谁呀？蜜。说的都带甜味儿的，你看。还蜜？怎么齁死你呢？英文懂吗？能听懂吗？嗯。啊？Understand? I don't want to see you anymore. 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方言？对，口音。我这是方言呢。我没太听清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不要给我叫号了哈！不是这叫号，别，咱们别上纲上线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好好聊天，不是我说的就是您什么？说点北京话不好吗？什么话？北京话啊！这北京话，这舌头就跟系了鞋带似的。怎么了？怎么着？我来北京多少年了？啊，您多少年了？这来北京十年了，知道吗？这多少？十年了。四年了。兄台，你耳朵是不是窜稀了？那是窜稀的地方吗？您说真着了？是十周年了。哦，您都十周年了。我说这花都是您的吗？我赶紧把我这拿走。这是没有，这都是髌骨。哎，没有，我还能躺两天。郎老师现在还没有到这么幽默哈，我也没有想到哈、哦。
咱们还是用简单用普通话交流。哎，我觉得挺好，对不对？普通话交流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其实回国也很多年了。我这你先等会儿。咱又怎么了？不是怎么？出过国吗？我护照在哪贴着呢？我护照，您护照贴身上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儿大家都来看什么了？不是，您护照贴身上，他们给我刻后背了，护照。那您这安检怎么弄啊？怎么非后背要看吗？没什么可看的，天哪！你们以前是不是干过搓澡？这都不挨着，不是您护照贴后背上了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好吧，好吧。说什么有什么呀？我没弄开，加钱也不可以，知道吗？我们卖艺不卖身，这是我们的守则啊。不要提钱啊，各位啊，刷卡的说拿钱的，没有一个动真格的，没完了是不是？不要拿金钱来诱惑我，学咱们这一身能耐是用学问能买到，不是用金钱能买。好了好了，这句话我实在没法翻。哈，你也先别翻了哈，哎，我得入活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我都不知道这活在哪儿了。再来一个，您吃得了吗？我在国外那些年啊，哦，这就算入活了。我先，您先等一会儿。您怎么又上国外去了？不是国外留学啊？您呐，啊，怎么可能啊？这是怎么就不可能啊？您这还上国外？这呢还怎么有鼻涕没醒出来是吗？国外上的大学？哟，您在国外上大学？嗯呐，谁说泰国，请出去。他老能听那么清楚。第一排喊泰国吧，讨厌。国外大学？对了。那您哪个学校？哪个学校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去过国外吗？我没去过吧？没去，那就好办了。哎，什么叫好办了呀？好吗？你可以猜一猜，给你个遐想的空间啊。哦，这空间还不大，你看看。那您国外大着呢，大国外。您在抽着我。那您是牛津的？牛津不是，嚼不动。嚼不动那是牛蹄筋儿。牛津不是，牛津不是。对了，好嘞，下一个剑桥。剑桥不是，修路都不修。对，这都不挨着呀。您这斯坦福不是，哎哎？对了，不对，不对，您美什么呀？怕你尴尬，给你个笑脸。我不要这尴尬，那我那我还得回复他怎么着了？我呀，我也不猜了。您说您哪儿？给你个提示吧。那我就能猜出来。我们学校啊，有一个门口有个雕像。有一个雕像。对了，雕像缺一胳膊。缺一胳膊。杨过呀。你们那是古墓系的。班主任李莫愁。校车天天提着雕去是吧？哎，你刚才是不是上厕所的时候把大脑拉出去了？我这耳朵窜西，脑袋还从下边出来。缺一胳膊就是杨过吗？那缺一胳膊不是杨过是谁呀？缺，哎呀，没学问多可怕呀！啊，您说说，我听听。缺一胳膊，维塔斯。维，你听听，大伙儿这那是维塔斯吗？说错了吗？维纳斯，哎，维塔斯海豚音。你给我拉倒！维纳斯，维纳斯，维纳斯不打台球的吗？打台球那是戴维斯。戴维斯不牛仔裤吗？那是李维斯啊。李维斯不主持人吗？李维嘉。李维嘉不香港首富吗？李嘉诚。李嘉诚不奶牛大王吗？那是我也不知道了。不知道你跟我装什么呀？谁知道你们学校门口一排雕像啊？我们是上学去了，我们是扫墓去了。我是有学问就行了呗。什么叫有学问的？有学问，有学问就行了呗。中文系的语文课代表。中文系是什么 ？Listen to me. Listen to me. 啊，我觉得你应该听中文，讲中文，知乎者也，语言哉啊！是，您讲中文，大学《中庸》《论语》学过吗？我知道，您讲中文学中文，您上国外学能学什么呀？
进修。对，这没有进修这交流啊，语言交流啊。啊，您那交流都跟雨刷器似的。语言交流。啊，这是猴，这是交流啊，这教的吗？我教他们的，知道吗？您还教人家？对了，知乎者也，语言哉啊，尔等不晓得。哈、啊，那是说我不知道。但尔等不明博。啊，就是不明白，上口不明博。尔等知道个屁！哪个有文化的这么说话？嗯们。啊，对了，苍茫大地，水主沉浮，嗯们嗯们嗯们。哎，真是没少看电影，我跟你说，您呐，您要真行，咱在这儿来一回，来一回、啊，好不好啊 ？PK 是吗？哦，他还知道 PK 这词儿，也就算是个较量吧。好吧，今天不是你死、哎、就是你亡。对，来来来，咱这较量不是决斗啊！再说怎么老是我死呢？这个差不多了，把杯子给立好了吗？你那边也有一个。你们俩你们那学校又多俩杯子。我们学校没有这么个矮的，都1.7米以上。我可以躺着，别说那没用的。1.4米能来咱有完没完的这个？啊，我1.4米，我站这儿哈，不知道以为桌子上摆一丸子呢。你以为他们拿你当什么呀？人拿我当他们这角度，我还从这个角度哎折射上来哎。就以为桌子上摆一个卤蛋，你知道吗？谁这么看？很多观众都以为今天是好，这上供来了，这上不上一卤蛋呢？对了，大家立三根香。对对，给我看，烧香找不着庙了，就给你戳这儿啊！别来说那没用的，来吧，鲁先生，来吧，鲁先生，来，戴先生，对，行行行，咱来回。文学较量可以，好不好？听一听，咱来的一回八大吉祥。何为八大吉祥？咱们说这么八个字儿：天桃林海灯莲香八。好，嗯，啊，薛薛的，等一下，听我的。薛薛天桃林海、灯莲香八。哎哎，有嘎调，听着了吗？不是嘎调没用，您喊什么呀？说的比你清楚啊。不是，不八个字吗？不是说帮光说这八个字，什么叫帮光说这？可逮着一回了。我就知道他美了，你这真逮着一回。来吧，不是光说这八个字，咱们得拿这八个字来作诗啊。行，每个字做这么4句诗，诗里边得有3个古人，谁问谁问谁上哪儿去，最后这个字还得落在这头一个字。行行行，让他说出一大堆的规矩啊！大伙听得很仔细很认真。我有个小小的问题，你说什么意思？对呀、啊，因为你就没听啊，我这穿上，我用你捧哏是怎么着的？拉倒吧，你也得会逗哏啊！你甭管啊，哪天咱来一个，然后站着锅外面你都尿裤子。谁说的呀？那是勾芡勾多了。嗨，我以为糖尿。太着没词儿了。我就想问问，咱那正活开始了吗？说不说？说呀，听着呢。我出的主意，我先来。较量吗？咱先说这个天，让你先说。好，妇女孩子先说。对，压根儿就没看出我来。天，一大念个天，到。听着点儿，一大念天吗？怎么不念呢？一个一，一个大，念夫，啊、丈夫的夫。听听，我丈夫说了。那丈夫说了，人还挺多啊。咱呢咱别较真儿。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这一大不出头不就念天了吗？那你得说呀。说什么呀？一大不出头念个天。那这还算诗吗？啊，那你得顺口，一大你快点，一大不得念个天，多吓人呢。这样我就说一大念个天，大伙儿都能知道。行行，听你的，对不对？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吕蒙问孙权，哎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三国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好厉害！什么表情啊？这是三国。三国。吕蒙问孙权，是对不对？吕蒙知道吧？啊，吕蒙是光抓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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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克己，嘿啊！后来抓个诸葛连弩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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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啊，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是三国杀吧？哟哟，不错哦，好厉害！这是什么动作？哎，跟您学的那是
啊，您知道就行了。是不是吕蒙？是吕蒙。孙权，嗯，东吴主啊。对了，拿手的技能是制衡。制衡。哈哈，没想到吧？没想到吧？是张辽说的。你不说，他们不知道。现在知道了吧？知道就知道吧。今天好多人都没有玩过三国杀。是是是。好了，您就不用介绍这个三国杀，不说桌游了。吕蒙问孙权，三国人物问谁？问关羽哪里去？关羽。哎，哪儿去了？麦城宾了天。关羽死在了麦城。走麦城。好嘞，天字儿起，天字儿了。好的，该您了。好、哦，该我了。多新鲜的！哎、我以为给你鼓鼓掌呢。哎，不用。这个，啊、听我的啊。嗯。说一大不知道念个天，多费劲呢。谁问谁？好，一大念个天。谁问谁？括号不出头。他还真严谨呢。谁问谁？一大念个天。谁问谁？特一言天，我不用您拼出来，谁问谁？一大念个天，哎、嗯，上面加一竹子头，念什么？天字加竹子头，笑，漂亮，好厉害，笑口常开。哎，一大念个天，下面加一口，念什么？天字里一口吞，嚯、哦，好厉害。不是，我没问您吞天、哎，上面来个竹子头，下面来个口，左边单人，右边一个立刀，下面四点底，这个，这我不认识，不念字。好厉害！我让你查字典来了是吧？告诉你，我怕你蒙蔽我。不用，你就说谁问谁。一大那个天，谁问谁？豪仙问鲁仙。哎，您这是古人吗？是。不是豪仙鲁仙，这怎么是古人呢？哎，你看没学问了，就在这儿了吧？我呀，哎，有这么一部叫《三言两拍》。啊、哦，三言二拍。对了，有部《伯娘子》《永镇雷》白白娘子，薄素贞，白素贞，大伯蛇，你随意吧，改不过来了啊。伯娘子啊、哦，对不对？嗯、跟许仙两个人相遇了。嗯、有这么一天，五月端午，误饮了雄黄啊。是，这是因为许仙遇见了法海，法海跟他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请留步、嗯，我这有两吨雄黄，你可以。”怎么这是批发去了是吧？借你用一用，你那个娘们是妖精啊？哪个佛祖说你娘们是妖精？差不多吧。许仙吓坏了、啊，我的天，真的吗？不是，好吧。我问你，那个豪仙鲁仙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马上拿回家去对饮雄黄啊。嗯，放好了，娘子，咱们今天喝点吧。白素贞也纳闷啊，哟，今天官人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好，雌雄一体。贵人，我先干为敬啊。喝完之后，我问您那豪仙鹿仙的，别着急，喝完之后觉得浑身燥热呀、啊。哎，贵人好热，好热。贵人，我先上床了啊。走了，许仙端着杯酒，哎呀，哎，酒劲儿挺大呀。酒劲儿这么大啊，那我也尝尝。哎呀，劲儿上来了，小娘子等等我。什么许仙呢？这是，这找他去了啊？不是，我豪仙鹿仙在。你别着急，来到床边啊，撩帘啊，撩帘啊，撩帘。撩开了，里边白素贞变形了。变形了。对了，变成一个大白蛇，白蛇呀、啊，现原形。许仙一看、当场吓死了、晕过去了。对了、嗯，白娘子一会儿功夫又变成了人形啊，嗯、变成了人形。一看，哎呀，你看许仙已经躺地上了，是完事了这是啊、嗯？什么叫完事了？酒劲过去了这是？哦，这么回事啊？你看，哎呀，后来一探这个鼻息呀、啊嗯，对，完了，这叫探鼻息呀、啊？这不是蓄一蜂窝煤吗？这个。探鼻息呀、啊！探鼻息，您这么探的？这么探？哎，啪！哎，死了！不知道，以为拍死的呢。赶紧仙山稻草啊！我这豪仙看守灵芝草那两位是谁？灵芝豪鹿童子，豪仙鹿仙。我的妈呀！感情在这儿哈呢啊！你兜这么一大圈，你这做区间好不好啊？没有区间。您这早说呀！豪仙鹿仙在这儿呢。行行行，那知道找着点了。豪仙问鹿仙，问谁呢？问谁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南极翁是南极子，老寿星，奔头大脑袋，嗡。哦，那寿星老。对了，比你脑袋还大呢。
我跟人家比不了，比阎王祥都大。对，提他干嘛呀？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哎，跨壕奔南天。天字，南天门。对了，好就是齐天仙鹤呀，齐天仙鹤，郭德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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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助跑嘛，就是鹤蹄子，郭德纲，郭德纲，郭德纲。鹤是蹄子，鹤爪，鹤爪。啊，郭德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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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滑翔，一圈儿。飞起来，也对，那鹤脑袋顶上也有一桃。行行行行，别瞎联想啊！啊，您都说出来了，您科学是很严谨的。哦，就这个呀？对了，跨壕上南天，跨壕奔南天。好好好，接下来该我了。你，我该说了啊，林，二木念个林。哎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不还有个桃子吗？哎呀，我给忘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待会儿把我那粘上啊！哎，这么着啊，谁错了就薅下两朵花，好不好？好极了，咱说桃，来吧。嗯，木照念个桃，木照念个桃。哎，谁问谁？你是不是反应过来了？少来这套，一个木，一个照，念桃吗？一个木，一个赵云的尿照，那你告诉我这叫什么？一个木，谁说是赵云的赵？那个赵，一个木，瑞雪兆丰年的兆。你赵宽带。什么叫宽带呀？宽带那个罩，你说木宽带那个头啊？一罩两罩得。对呀、啊，你说木宽带，我就不明白了。或者你说木 WiFi， 我都能懂。木 WiFi 那信号发射得出去吗？木 WiFi 念个头可以、啊。没听说过，就是木罩。木罩念个头。依你，木罩念个头。哎，谁问谁？许褚问张辽。许褚，张辽。对了，哎、这是那许褚，张辽，张辽没讲到、啊。对对 对, 对，张辽是这个。许褚裸奔斗马超，是他？没有。怎么了？裸衣斗马超，裸衣斗马超，拖啊，拖着追马超，马超，哎呀，什么啊？许褚，讨厌啊！人说这马超跟是个娘们似的，他这有没有？不是，人家光膀子，哎，就赤膊，赤膊，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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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赤膊的大腿啊，我站着，到大腿干嘛呀？大裤衩，人家就是上身。许褚问马超，许褚问马超干嘛呀？什么？许褚裸衣斗马超，裸衣斗马超。对，好的。许褚问张辽，问张辽，嗯，问谁？蒋干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你看啊，关键是我这都是三国。好，可以，对不对？我还告诉你，以后句句都是三国。哎呦呵呵，问蒋干哪里去？等你不是三国的啊，那你甭管。相府献寿桃，相府献寿桃，对。曹操过生日，哎，没错，该听我的了吧？该您了。说，一大念个天，木照，木照念个天，桃，木照念个桃，你跟我说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干什么？好好说，是吧？就是顺手了。不行，打在他身，疼在我心。我回民。谁说亲我了？让你亲板砖。来啊！说哪儿的？说到木照。木照念个桃。对，别拦着我啊！我不拦着你。木照念个桃。许褚不？那是我的词儿。我知道。我没有花。我。咱看这啊，摘少了。哎，你给我撒开！停了啊，嗯，给我摘好一朵，知道吧？轮乱了，听着没有？这词儿不太好啊，换一个。剪不断理还乱啊！木照那个桃，对，谁问谁？我去了啊！哎，麋鹿问仙毫，您这也不对呀？怎么不对呀、啊？刚才毫仙问鹿仙问我，对，刚才是他问他啊，这回是他问他，对不对？不能我光摘你，你得摘我。
说这俩也够贫的呀，一人一句啊，你老说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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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好光潜水光潜水，这不好吧？行，你我先别叫话，问谁呢？问谁？南极翁哪里去？这南极翁是南极子，老寿星，奔头大脑袋，奔好，又是寿星郎，这回哪儿去了？哎，3月3赴蟠桃。哦，蟠桃盛会。刚才你那谁过生日？我那曹操过生日。我们这王母娘娘过生日。天上的神。对，行政级别来说大你好几十级。对，这都够不上啊，这个。对了吧？啊、你那小曹，我们这老娘。我听着跟您挺熟似的，你这关系户。行，关系户、啊，咱接着往后说啊，咱说到林了。哦、啊，二木念个林。啊，二木念林吗？不念吗？念啊。念你打我干嘛呀？就为打一下。你说这人，你瞧他怎把硅胶打坏了？我需要那装备吗？真逗，好家伙！行，二木念个礼。谁问谁？张飞问赵云。好、哦，张飞问赵云。对。问谁？黄嫂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躲避密宗林。哦，看，明显说慢了，怕说错。我让大伙儿听清楚了。好嘞，好、嗯。哦，你这是长坂坡单骑救主。哎，对了，听我的，该您了。说，您先等一会儿，您先等一会儿。刚才您说的那个豪仙问过鹿仙了，麋鹿也问过仙豪了，俩人是不是就应该下去歇歇了？换人不完了吗？哎，对对，都开完场了就下去了、啊、有的是，听我的啊。是是。二木念个林，谁问谁？说豪神问鹿神。您呐，还是这俩人？刚才是仙，这回是神，这不一样吗？神比仙大一级呀、啊！啊，对不对？上升飞仙没看过吗？九道天雷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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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九下吗？我都多余问这个。九道天雷上升飞神。哦，就是这个神。豪神问鹿神。问谁呢？南极翁哪里去？这南极翁是南极子，老寿星，奔头大脑袋，奔。他也会了哈，多新鲜呢。老少爷出了三回了，哪儿去了？去钻小树林。对，您这句什么玩意儿啊？刚才你那赵云为谁？我赵云为黄嫂啊。对，我们这为嫂黄。对啊，不是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对，老寿星一看小树林里边，好家伙，这少男少女太不像话了、哎、然后这男的跟这个女的、哎、行，你管得着管不着？撒开，把嘴给我撒开。哎呦，行，你管的真多，你管一管啊，没眼的事儿，这个你这胡说的都得管啊，别胡说，这亵渎神灵，这不是亵渎的问题啊，天上也得管着，计划生育严谨啊、哎、行，他老有这严谨的事儿，咱接着往下说啊。海水美念个海，谁问谁？周瑜问黄盖问谁？孔融哪里去？灭绝了。对，哎，什么您的灭绝了？怎么灭？早就灭绝，建国前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建国前呢？对，孔融就这时候哦，流星，你知道吗？地震，海啸，我死了。恐龙啊！啊，不，白垩纪那是在白垩纪。你说建国前？你们说建国后啊？还是你严谨啊？老早的事儿。我这还老早的，没说恐龙，没说这动物，说什么？融，恐融。你发音不标准。孔融对不对？对，孔融，孔融，融四岁让梨。哦，四岁让梨。对，小孩吃小梨，大梨有虫子。对，他是个鸡贼孔融。别这么说人家啊。孔融哪里去？哎，少居在北海。好、哦，北海太守。对，好了，听我的啊。水美，我害怕还得来那下。怎么了？字还没写完呢。不是，字儿写不写完那不管了，这个豪神鹿神啊也要歇一歇升官了吗？不喜欢他们吗？我太不喜欢了。换人。好。水美念个海。谁问谁？豪仔问鹿仔。是，这俩是歇了，崽子都出来了啊。
人家也得传宗接代呀。啊，行，对不对？好宰问路宰，问谁呢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又是这老寿星，哪儿去了？歌厅唱大海。嚯！老寿也得放松一下，他还去唱大海。对了，从那遥远海边看那潮来潮去，蓦然回首能把每个浪花激起，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，猛然回首你在哪里。可以了，还觉得还有一高腔呢啊。老少爷说高腔上不去。对，别替老少爷说啊，老少爷歌厅唱大海。对了，哎呦，这老少爷好，又钻小树林又歌厅的，你讲好，太好了。行，咱接着往下说。来，火丁念个灯。谁问谁？马岱问孔明。问谁？魏延哪里去？找司达叔去了。对，您这都不挨着呀。你家里没电视吗？魏延去找司达叔。哈，我们电视也不光看广告，再说来看马丁铃，马丁铃。不是，我们说这魏延不是这魏病魏延的。谁呀？蜀国的魏延魏文长。哦，魏文长。对呀。你说魏文长啊？不是，那文长哪里去？不是说魏延，人家也知道啊。行，听你的。魏延哪里去？哪去了？闯灭七星灯。七星灯，五丈原。哎，对了。诸葛亮归位。对。七星灯，五丈原，诸葛又相星啊！哎呀哎呀哎呦，都会。唱的真好。嗯、他都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。是，我也是编的。二人转还编出来了。哼，该您说了。火丁念个灯是吧？对。火丁念个灯。哎，是。这个宰不能出来了，听着啊。豪童问路童，我就多余提醒他。您这倒合理啊，这宰长大了就成童了是吧？好嘞，豪童问路童。对了，问谁？南极翁哪里去？你让我问一遍好吗？多余。哪儿去了？去闯红绿灯。对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老寿星天上有限号、啊、天上有红绿灯 还限号。对啊，你们人家不限号吗、啊、人家那限，人家限腿，我们是环保限号，限腿儿，今天只能骑单腿鹤。但是老寿星有事儿，知道吗？小树林那儿有事儿了，我必须得去。老寿星还能预判出小树林有事儿了？对，神仙啊，神仙掐指一算，哎，不好，手抽筋的，我跟你说，少吃点好不好？哎哎，骑着这个单腿鹤，哎，狗都打打，闯红绿灯，真好，闯红绿灯。哎，行，咱接着往下说啊。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哎，你轻着点。等会儿啊，各位听着吗？吕蒙问孙权，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一大念个天的时候出来了过一回了吧？是。是，我那个是一打念个天，吕蒙孙权出来一回。对了，你那老寿星出800多回了。实在揪不过来了。行，对，没有必要揪，是不是？多新鲜！再者说了，我没说完呢，我们后边不一样。那你说后面不一样啊？你没问呢，我给你插回去啊！不用。还不让插，车走。您呐，您少学这插花的手艺，我跟你说啊。行。车走念个连。谁问谁？好了，这回插完了。这是谁摆的花的？来。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问谁？听后边啊。张飞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三马并相连。哦，还真不一样。不一样吧？好了，该您了。行了啊、哎，听我的。说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豪仙问路仙。您这也是后边不一样。南极翁哪里去？这后边不一样。旅游去大连。嘿。把花一会儿给我插回去啊！不是，
那是我的画儿。您就这一句不一样啊？那也是不一样。得得得，好嘞好嘞好嘞，咱接着往下来。何日念个香？谁问谁？鲁肃问周郎。问谁？刘备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甘露寺去降香。龙凤呈祥，刘备娶妻。听我的，何日念个香？啊，我就想知道谁问谁。豪帮问鲁帮。我真服你了，这都一帮一帮的出来了。对，德云都成社了。还队伍壮大有道理了，是不是？那当然了。好嘞好嘞，我叫南极翁哪里去？哎，大脑袋哪里去？唱完大海哪里去？我说南极翁哪里去？贫不贫？不说这句想不起来下句。哪儿去了？洗澡擦香香。好嘛，这老寿星有点没溜了啊。东一趟西一趟累了，浑身出汗，洗澡擦香香，我洗澡皮肤好好啊啊啊啊，水晶澡内泡湿润肤啊啊啊啊，锁住水分逃不掉，水灵灵亮晶晶，清爽澡滑溜溜，清爽的皮肤真真好。哎，没有了。可以了，可以。老寿星还有搓澡这手艺呢。对对。行行行，咱接着往下来。往下来。八。撇儿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，问谁？问悟空。我下回跟你说八里吉祥，我把桌子挪那边去。怎么了？你打到我这边都胸肌鼓鼓了。早知道四方在这边，四方在那边。你先别挑眼，我能不挑眼吗？下回我打那边就完了。不用。哎，刚才说了，句句离不开三国，这儿好了。刚才二句谁？啊，唐僧问白马，说说改了《红楼梦》，对，你要大伙儿听。这是《红楼梦》？这什么呀？这《水浒传》吗？不是，我就应该把你那边给打鼓了，你知道吗？《西游记》。对了，说说改了《西游记》了。你看你这没词儿了，你还理直气壮的，还没词儿了吧，小宝贝儿？你甭说那闲白啊！我告诉你，知道为什么我换了吗？为什么？我换你也得换，啊！你那一毫一路，最可气的是那老寿星。我以为你小树林闯红绿灯。唱大海擦香香。哎，我词还记得住，你看什么呀？废话，要不然我那字儿都没了。不是，啊，你最我这什么到底什么呀？以不变应万变。没有，这展示学问的时候就得看你的能耐啊！我变完了，你要不变，我弄死你。什么？啊，弄死我？你成孤儿了？我乐意。你别来这套啊！听好了，我改你也得改。哦，袋儿都推下去了，真是。什么袋？绷带。您这还有绷带呢？这两天胳膊受风了。好，你也应该裸衣斗马超去。不行，来吧。啊，撇儿那念个八。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。问谁？悟空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高老庄去捉猪老八。猪老八。对，这是谁？猪八戒。你二哥。说这没用的，你看猪老，你就猪八戒就完了，还猪老八，多牵强啊！咱刚才说了，八字起，八字落，就为了赶这折。那对了，多么学问的匮乏！甭说我，你来听我们这国外的啊，国外。对了，撇儿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豪家问陆家，不行。撇儿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豪川问陆川，有这字儿吗？豪娘问陆娘。你给我写出来，豪哥啊问陆哥啊！我的天哪，你怎么不吐出来呢？这个，豪爹问陆爹，换不行。说撇那那个八，谁问谁？你奶奶问你妈。不是，你先别美啊！你奶奶问你妈，你这不对，怎么不对？咱刚才说了得是古人，你奶奶你妈不已经做古了吗？什么话这叫？比作古人吗？比作古人可以，那以后句句的都是我们家人了，都是你家人，那可以呀，行不行？你说吧，听着啊，撇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你奶奶问你妈，问谁？你爸爸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河边当王八，去你的吧。